耳朵借我。马世芳制作主持。My dear 绿巨人小妹，别说你不想多花钱，就莫名其妙的在破费。You see， 很多时候都可以避免的。My dear 绿巨人小妹，想不到你会有这一面，身上的赘肉都还没有不见，那力量让人傻眼。打破玻璃再见一切，假大片就假八百元，那一千把能买下礼拜的蔬菜，口袋还有额外的零钱，装坏桌子 goodbye 一切，是否先存了太多钱，是一首关于绿巨人小妹的歌，叫做《好人缘》，来自郭修玉在不久之前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盲点》。欢迎收听 FM96.3 阿里昂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耳朵借我》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要郑重欢迎郭修玉室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嘿，欢迎光临！世芳哥好，大家好，我是室友郭修玉。是今天。Hello, hello.今天在现场陪着来的还有两尊门神啊，分别是室友的老板也是专辑的制作人戴佩妮。佩妮好久不见，欢迎你。施老师好，钟老师好，先不破梗秀好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在场的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魔鬼教头，也是这张专辑的音乐教练黄中岳。嗨，欢迎你。大家好，黄中岳，谢谢。好，我们从这首歌说起。好人缘，来来来，绿巨人小妹是谁？就是我自己 okay, 秀本身、哦、然后秀是一个就是常常很多烦恼或者很多愤怒都会自己压抑起、哦、就是压抑起来 okay,、哦、然后有时候就是累积太多了之后呢、会自己在家发泄，
自己在家发泄。对对对、嗯、然后刚好我那天就是在创作，然后创作一半碰到问题、嗯、然后一直在挣扎、哦、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哦、然后就是在我的客厅走来走去，走到一个落地的门、哦、然后刚好在那里就发泄了一下、哦、没有想到我的手就这样往后打、哦、然后就把后面的整片落地门的那个玻璃都打破了。哇，你真的很厉害耶。我也吓到自己，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么厚，那厚厚一片玻璃都会让我打破。真的是绿巨人耶、欸、叫我去打我打不破、欸、我觉得我手会受伤，但玻璃应该巍然不动。我觉得刚好刚好真的打到他的弱点、哦、那不然我觉得那一片玻璃是应该是打不破的玻璃才。所以那片落地窗换来了这首歌。对，是的。从这首歌的缘起我们就知道室友、嗯、是一个平常非常压抑，自我要求非常多，但常常会钻牛角尖的女孩、嗯、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跟这位非常有才华的年轻的创作歌手好好的聊聊他的第二张专辑。在那之前，假如今天听众朋友还有人不认识郭修宇是谁的话，表示你错过了之前好几届的金曲奖的消息，因为修宇的第一张专辑就让他入围了金曲奖年度最佳新人奖、哦、我们你应该无数次的做过自我介绍、嗯、所以我知道了，我先帮你讲一下好了。好，谢谢。郭修宇生于马来西亚。在一次音乐比赛刚好 Penny 去当评审，然后 Penny 听了修宇的演出，应该算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音乐颁奖典礼、啊、叫余协奖的颁奖典礼、哦、好好。然后那时候我们有新人的推荐礼的一个小小 concert、okay、然后那时候 Penny 姐是担任嘉宾、嗯、然后她就全程看完。了解，好，我讲错你再更正我就对了。这样就对了，这样很好。 好Anyway, 听说众家媒体都写说 Penny 只听室友的短短的演出就觉得很不错，后来就去后台然后交换了联络方式，之后就找你聊天、嗯、听了你其他的作品，就决定要把你签下来并且把你带到台湾来。是的、哦、郭修宇的第一张专辑是2016年发行的，对不对？对对对，12月的时候、哦、是。那么就像刚刚讲的，第一张专辑第一次问世就入围了金曲奖、嗯、但是也算是经历了很多之前做梦都不会想象到的事情。真的。那么在那之后这几年就在台湾住下来，是的，在熟悉这边的环境，然后学习慢慢的磨练音乐的能力。对，在这个过程呢，Penny 提供很多的帮助啊、嗯、那黄中岳就担任你的音乐教练。是的。好的，从刚才这首歌我们刚刚 听到了创作的缘起，但音乐的安排很有趣、嗯、我们在中间听到了小提琴的 solo、嗯、对但是你自己拉的。那是我自己拉的、嗯、可是本来的 demo 是我用钢琴跟吉他在对话、okay、可是我们到最后就是和那个企业限定的 band 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就突然间就是我带了小提琴去、嗯、然后我们觉得到最后就用小提琴和钢琴来对话。你反正 小提琴随身带着看看用不用得上，这样吗、嗯、对对对、uh-huh, 嗯、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也还在讨论这编曲，还没有说完全的已经确定要怎么样玩这首歌、哦、所以我们都会就是有什么 idea, 然后新的一天我们就在大家一起在进练团室，然后又在讨论又在玩一玩、哦、所以这就是等于现场 jam 出来的一段，应该算算是这样、嗯、就是这段 solo、哦、我们听听看郭修宇的小提琴。是不是有没有厉害？郭修宇从小学琴，学钢琴，学小提琴。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先开始上古典钢琴课的。是。然后我上了，就是我考到那个一个叫 ATCL 的那个文凭之后，决定想要就是先暂停我的 piano, 然后那时候就选择想要继续往古典乐方面去，可是我就选择了小提琴这个乐器来学、嗯、然后就在应该是12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古典乐小提琴课。嗯然后那时候就是上到大学，也在大学的
副科，嗯，主科还是副科了，是是 ，major， 主修副修，对 对主修，选择了小提琴，然后那时候就是又尝试了不同的一个拉琴的方法，因为那时候我已经选择了现代乐的课程，嗯，所以那时候就真的是有体验到可能拉 jazz 啊，然后自己要在 on the spot 要自己 improv， 是，就是可能完全没有 plan 的，然后就在那一刻感觉怎么样就拉什么的那一种，所以你到那时候才知道怎么。比方说玩即兴的东西，对，因为学古典就是要不停反复的练习，经典要消化到都 对变成要有肌肉的记忆嘛。嗯，是的。郭秋玉受过相当严格的古典的训练，他主修的是小提琴，副修的是打击乐器，对不对？对对对，我副修了drums， 嗯，就是非常基本的，因为一开始上课是完全没有 basic，完全没有底，然后就是学着怎么样让四个就是手脚可以灵活一点，然后自己做自己的，因为我会有一个习惯是他们都会在一个 beat 一起，就没有办法同手同脚，他们分开，对 ，OK。其实我觉得上那个 drums 课最大帮到我的，其实不在我打 drums 的技巧，变成是那个分把东西分开，然后让自己可以想到分开来的一些节奏，哦，拼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东西，让我学到这一块，这很不简单啊。可是对弹钢琴要左右手弹不一样的东西嘛，对啊，但是蛮习惯左右手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左手蛮多时间都是弹一些和弦的东西，然后就是右手还是那个 main melody， 了解。可是鼓的话就真的是每一个这个叫什么，每一个手脚都是有自己的，四肢并用，对对对，都有自己很重要的一个 part， 对，然后要维持，对。我在听 Shio 的歌的，因为 Shio 的歌都是自己写的，我在听他的专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在中文流行乐里面比较少会听到 groove 这么好的，就是节奏韵律感，因为大部分的人唱比方唱抒情歌啊，一定是旋律先走嘛，但是我觉得你对那个律动跟节奏的掌握我还蛮喜欢的。谢谢世芳哥，嗯，我其实开始写歌的时候以为自己只会写慢歌，以为自己只会写，就是因为我都是伤心，然后写歌都写慢慢的歌，然后发现到就是这几年我创作都会快歌比较容易写好，然后变成是慢歌呢，啊，就是里面的构造感觉上不顺，就是好像没有在同一首歌曲里面的感觉，这会不会也是跟古典音乐的训练有关，有时候会想太多，应该是然后有点太迪士尼了，太迪士尼了，目前对对对，就是写得很戏剧化很 dramatic， 对对对，今天来宾是郭秋玉，我们今天要来访问一下秋玉的伯乐，也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 Penny。Penny， 这是秋玉的第二张专辑。然后我在看其他报道的时候提到，你在这次的制作过程里面有特别希望他能够参与更多的前期的跟制作相关的一些事情。是吗？对，没错。其实他第一张就有参与了。那我其实，在这些他这两张经历的事情，是我这二十年经历的事情，所以我把它浓缩在这四年内，让他完全体会到就是音乐的可能性。因为我自己很清楚，当初邀请他带他来台湾的那句话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台湾玩音乐？”所以我希望我说到能够做到，让他可以很尽情的透过不同的方式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然后去接触到各种类型的创作的模式跟可能性，这样子，所以这次也就很快的让他进入到跟一群很陌生的新的乐手，有磨合，然后不断的 improv 一些即兴的东西，去做这张专辑。是 Penny 刚说，秋玉在这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你二十年份的事情。对，听起来好像蛮惨烈的，但我把那个好玩的精华让他经历而已。我是只玩音乐的部分了。对，因为之前早期前几年我都是只是坐在录音室看制作人，不管是 mix down and mastering 的部分，是，所以我参与的部分没有那么多。OK， 对， okay. 所以到2005年开始才真正的老师让我跟乐手直接沟通，然后直接做一些决定。了解，所以你会觉得应该早点让他就进来一起。不是，因为我跟修也不一样，因为他是科班出身。对，我是没有班出身的，所以他已经有基础。所以我觉得前面不管是前五年还是更需要更长的时间，我都是觉得是值得的，因为
我不熟悉这个环境，我那时候我连乐理啊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无师自通的情况下，然后就是用不会乐器的情况下去创作的，所以我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所以前面就只是多听多看多学。哦，所以我觉得老师能够在2004年2005年让我可以参与制作的部分，到了2005年甚至让我挂名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是非常迅速。那因为基于条件每个人自身的不同跟养成的不同，所以我觉得他不需要等那么久，但我非常需要。哦哦，哎，你太客气了啦。不是，是事实。不过这样当然相对来说给的越多责任也会越重，压力也会越大。所以 HOE 做这张专辑跟上张专辑比起来，你觉得，我自己在想象啊，因为人生的第一张专辑是在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做了，做的时候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是的，反正有什么就统统出去就是了。对，但你现在在做第二张，人家就说哇，这个有入围金曲奖什么什么，然后好像之前已经有一些成绩啦，对，但对你会有更多期待吗？压力感觉会更大吗？我应该是说一向来压力都一样大，就是我还是会给自己压力，但是我这段时间会想要学着，就是让自己知道其实很多事情不用去管或者不用去担心的，然后那个压力是要是健康的压力，不要是就是自己给太多压力，可能别人都没有说要求我一定要做到怎么样，变成我让自己就是要求自己做得太完美，其实也更加辛苦。但来到了第二张专辑了，我觉得这次真的是也要谢谢 Penny 姐，有了这个 idea 也给我这个机会还有空间，可以和新的乐手朋友们一起探索，然后一起去 experiment 叫实验音乐。对对对，然后进了就是练团室，大家拿 demo 然后一起来谈，用音乐来沟通，音乐来认识彼此，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是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然后非常珍贵。然后我也从这么多乐手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因为如果就是说我现在是歌手，然后我在自己想自己的这首歌，我也只能用歌手的角度去考虑一些事情，可是现在就是有了就是这么多人的想法，然后再帮我的 demo 加了很多分，我觉得真的是在整个过程上还有在参与了不管是 mixing mastering 都好，整个就是制作过程我都学到了更多，不像第一张专辑可能还是默默在旁边看在学，然后很多东西都很怕，然后这一次也有空间可以和大家讨论，然后和大家分享我想要怎么样或者我想要改什么，这样我觉得真的很感恩。作为一个创作歌手常常面对的挑战就是这些歌是你写的，是你自己唱，然后你脑海中有这首歌本来想象的样子，但把它交出去，交给编曲人，交给制作人，交给乐手去处理的时候，你到哪个程度要放开来，让别人来添加东西进去，但是又让这个作品仍然是属于你的。这中间拿捏有时候会需要经验，或者需要学习，或者需要碰到对的人才有对的 chemistry， 不然就会把你弄成不是你的样子。我听起来这次的经验还蛮特别的啊，因为我所知道的是这张专辑就是由黄中岳去找了几位很厉害的乐手来一起组了一个期间限定的乐团，并且在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呢，就把录音室租下来，把录音室租下来，然后在里面练，慢慢的练，慢慢的磨，慢慢的 jam， 让音乐长出自己的样子来。这个在唱片工业以现在的状态来说，是几乎没有听到过的做法。这个要不要让中岳老师说一说？我觉得整个源头恐怕还是要先感谢戴佩妮。我觉得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唱片工业不怎么做的事情他就要那样去做。我觉得对他来讲好像音乐的构成应该就是要那个样子才像是你知道一个音乐从零开始然后最后整个完成。我想补充一下刚才的他们两位在讲的制作过程的前期。其实我一直觉得制作人真的很重要，那我觉得佩妮在扮演郭秀玉的制作人这件事情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我认为应该不会比他有更好的制作人。你应该提到他的 groove， 就是那个郭秀玉在唱歌的 groove。其实那是因为戴佩妮他自己很有 groove。他在配唱指导的过程中间，他知道怎么样去把一个可能是比较
哎，这位同学在转头在干什么？就是一个比较绵长的 melody， 可能可以透过什么样的口气或者是力度，那去说到出他的一个 groove 的状况。是是。然后同时，他对这个 artist 的训练，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到位。其实那一些就是后来我们在训练那些乐手，他们当然都是很棒的乐手。嗯。可是呢，在真的跟这些乐手合作之前，佩妮已经要求郭秀玉要把他每一首的 demo 都要用他自己的方式，用 MIDI 的方法，全部都先把它编出来。哦，自己先编一次，让乐手拿到非常完整的，就是哦，你这个 artist 在这个音乐上面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样子。嗯，然后我们到了那个练团的时候，再开始来讨论说，哎，这里面哪些东西应该被保留，或者是什么东西应该要不要推陈出新，然后就是贡献乐手音乐家的那些想法。哦，是这样子。而且您刚提到说把那个录音室租下来。哦，这个事情就再次的感谢戴佩妮，因为他是老板。这整件事情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方向也不太对？这整件事情就是，我真的说实话，我自己在这行业很久，是。然后我想把方向也知道，就是我其实，在近五年左右，其实我对音乐教育这件事情是有高度的热情，是的。可是我真的没有看过台湾的哪一个音乐的，不管是制作人也好，或者是什么系统也好。会像戴佩妮这个样子想要去把音乐的执行度完成到那个状况。嗯嗯嗯，是的，我也很难想象。对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来来来，修宇帮我们解说一下，什么叫做把录音室租下来半年在里面慢慢弄，那到底什么情况？是你们每天要固定进录音室练团上班锁在里面不能出来还是怎样？就是如果要和大家说很精彩就当然是锁在里面，不过其实就是那段时间可能一个半个月吗，其实接近也要到一个月了吧，就是前后还有一些我们都就是可能每天或者接近每天就是有一个 discipline 的时间，是就几点就是进录音室了，然后大家就是开始 play， 然后就是几点结束，这样的一个程序。嗯，对对对。嗯，在那个时候已经确定是这十首歌了吗？对，已经确定了，剩一首，剩一首，还剩一首，那时候还剩一首，就是已经有九首歌，然后九首歌你都已经先编过一次了，嗯，对对，然后也都唱了，对对对，然后大家就听我 demo 里面唱的还有编的，一些想法，然后大家可能喜欢一些，想要保留一些部分，然后他们可能用那个，然后又自己在用自己的乐器，增加那个感觉，然后就是大家都有想法，然后每一个不一样的段落，大家都有自己再加进去，自己编或者自己写的一些 lines， 然后就到最后大家在讨论一些 hit， 那里要蹦吧蹦那种，那里停那里什么，就是到最后我们在整理。OK OK， 所以每首歌是是，就是他的。demo 的完整度，因为我觉得即便我们今天找新的乐手或者是发编什么，其实创作歌手自己本身做的 demo 可能有一些只是只有简单的吉他，但是一些和弦上它是惯用的，其实就是它的色彩。我自己拿到他后面做的 demo 的时候，我其实自己也蛮讶异他可以做到这么的完整。然后其实之前我叫他试着去编思涵那一张专辑的一首歌，是是是，所以他人生第一张中第一首编曲应该就是那首歌。因为我觉得 demo 就已经非常有趣，就是我在协助他让更多细节变得更加的精致一些，然后段落不要太混杂这样子。是，所以其实乐手进来，释放老师你听到的 parallel， 然后包括现在的幻术，其实那时候 demo 里面就有木吉他，但是他是用钢琴去把那个所谓的切分拍点跟假试着去想象吉他的弹法，所以他那个 pattern 是他想出来，我觉得这个原本东西就已经非常吸引人，所以那时候后来真正的木吉他手 Ocean 拿到的时候，就跟着他弹，然后他说非常的难，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那个吉他是用想象出来的，是的，是的，而且是用钢琴。对，所以但是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接触这群新的乐手，我觉得他们都真的很有天分，而且很有热情。我觉得这是作为音乐家最重要的事情，天分跟热情。然后那个木吉他手他就想尽了各种方法，所以后来我看到他弹他的那个 pattern 之后，我都吓一跳，因为他夹 cable 的方法非常奇怪，就是夹哪几根弦，然后几根弦不夹，然后呢再调弦，然后这样去弹奏，一定要硬要用人肉把你的那个 demo 里的钢琴转翻译成吉他，但整体执行出来的效果我觉得其实这样非常好，是很厉害的。既然聊到这个，那就从头听一下这首歌叫做幻术啊。我们也可以感觉一下，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出来的音乐，跟用惯行功法去做出来的音乐，听起来确实会有不一样的空气感跟律动感。
这是来自郭修玉的作品，我们先听歌，回头来再跟他继续聊这张很精彩的专辑。等等，高温慢慢降下来，一层一层彩霞都射着那写在脸上的笑容，弯弯皱纹渐渐模糊的，唯独你的酒窝还是一样不被隐藏，笑开了。我以为我不会有感觉，看见激动的画面，像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FM 九六点三，阿里昂原住民族广播电台，耳朵借我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的来宾是郭修玉 Shio， 他在不久之前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盲点》。刚听的这首歌叫《幻术》啊，真的热热闹闹的，他玩得很疯，很开心啊。是的，中间就变 disco 了，对，突然变 disco， 后面又变摇滚，然后对，然后又有那个破音吉他铿铿铿铿跑进来，我就好像闭上眼睛会看到录音室里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时录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我觉得录音就是一种我们
我们在讨论一半，然后突然间可能有一个杂音，然后可能 Penny 姐就会、哦、这个流，这个流，这个流，然后可能吉他手 Vico 就会哈哈这个哈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变成是我们保留了很多、哦、很精彩，然后可能让大家听了会有惊喜的一些声音，是就可能本来是我 demo 也没有 plan 要玩的这么厉害、哦哦，还有三段完全不一样风格的，是啊，我们也因为幻术这首歌要多多的去了解三个不同的音乐风格，嗯，然后去就是了解 disco 是怎么样，很像我唱的地方也是 disco 的时候要有一个怎么样的口气，然后也是在姐姐配唱的时候，然后会教我其实身体动也有关系，对，就是那些呼吸啊短啊长都有关系。对，这很重要，唱歌绝对不是用嘴巴跟呼吸的通道而已，是全身都要用得到的，身体都是态度、嗯、是身体就是态度，所以生平第一次唱 disco 对，应算是对对对对但是 Penny 之前有唱过 disco 吗？我也没有，其实这类应该算是 funky disco funky disco 对，比较 funky 的东西会被、但因为我是因为学舞蹈的关系 啊，所以 这不一样，不一样，是是是，我觉得他刚才讲的那个我都觉得幸好我都先跟所有的乐手们打针，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我很疯没有关系，我已经出了名的疯，就是像 Vico 他其实本身是非常 R&B soul 的底子，所以让他做一些很摇滚的叮叮这种事情呢，就只有就是他做完之后他就非常的很无辜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或者我叫他留些杂音的时候他就做完之后他就说你确定吗，然后他可能会觉得我后面会没有用，但他听到之后他说哎、欸，真的他还留着这样子，还不错，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不错啦他就是再一次确定我是个疯子的、就是这样，这个中中中中中这种声音嘛、这个绝对一定就是钟瑞老师的 idea、哦、他的这是完全就是他的那个 style 刚刚讲一下嘛我哪有什么 style， 我的 style 是 new age， 我是弹木吉他的钟岳老师手背范围太广了，真的没办法。对，不过说起来，对，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期间限定乐团、这个乐团是由什么样的成员组成的，然后他们是怎么找来的，他们各自贡献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其实一开始钟岳老师就已经帮就是介绍给我们 Vico 还有 Ocean、两位吉他手还有键盘手小温、都就是已经确定是他们三位、然后我们接下来的多久的时间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也知道 final 的那一段、就是面试、final 的鼓手跟 bass 手、我才有参与到，然后前面其实还有很多位想要audition 的、就是我没有听到大家的，不过就是至少到最后了我们有真正的进那个练团室，然后确定的乐手们我们都就是重复的弹一首歌，就是重复的练习一首歌，然后就看哪一位不一样的 bass 手和鼓手怎么样去呈现那一首歌，然后看就是大家眼神交流，或者看大家和那一位鼓手或者贝斯手的、就是一起演出或者一起表演的感觉有没有那个默契，有没有那个缘分。然后到最后就是选到了 Bobo 贝斯手还有 Nick、那个小安鼓手，古井安林博文，是博文，这些都是说起来算是年轻一辈的乐手，是这个也跟黄钟岳这几年当音乐教练的经验跟体会有蛮多的关系吧。对啊，不过其实整个计划大概我认为应该已经超过一年以上、因为我跟戴佩妮一直在讨论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是他其实在他大概2000年前后2020多少开始 Deep Power 的时候07、他其实他自己就曾经 run 过一次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跟一群全新的乐手然后去展开、音乐上面的组合跟可能性，是是，包括就是现在完成的佛跳墙、那这件事情距离一下就你知道一眨眼就将近十年就过去了，十几年就过了，对对啊，那我们在想说那些这些孩子就是第一代的这些孩子其实现在都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的制作人然后音乐家乐手、然后我们就在想说还有这个机会吗，就是在台湾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找到更年轻一个世代的、然后因为同一时间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郭修宇他也很希望在他的第二张专辑能够重温一次他自己的戴佩妮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其实就是找那个子红老师、他找了新加坡老师，对对对对对、找了新加坡三个乐手、然后在台湾找了白爷小白鼓手、还有我、然后就是我们也是关在强力录音室就这样玩了一张专辑那会儿就这样干过一次了，
是，我觉得那个印象对佩妮来讲，包括对我们乐手参与者来说，其实那都是一个，你知道，在台湾很少有人真的愿意这样做，真的很 很难。所以子红老师、黄怡老师他们做了一个起头，是。然后我觉得佩妮作为他们的子弟，那觉得说，哎，想要把这样子的经验传承下去。那当然这件事情是有发动方，也必须要有受众，我指的是说乐手。是 是。所以当时我们决定完两位吉他手跟那个键盘手之后，我们对于节奏组其实我们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大概真的让整个确认乐手大概真的花了半年的时间，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是从我在我自己的专业开始，就是发英雄帖嘛，就是说啊，我们希望有要开始要征召集这一类的。我有看到那个时候征人的广告，有的。对啊，然后我们就是陆续的，就是从大家先用网络把自己的资料丢上来，然后我佩妮还有录音师，还有我忘掉我们反正四五个人一起都先听过他们的状态，然后呢，在这中间我们挑选说，哎，我们觉得可以请他们到录音室来进行第二阶段的就是 interview， 所以本来都不认识，几乎都不认识。都几乎都不认识。那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真的是在台湾完成了一次我们想象中的国际的音乐制作的一种状况。因为其实在国外，在美国，他们在很多的音乐制作的时候，其实也都会用这样的方法，就是 audition 乐手，然后看一下，哎，这个包括音乐剧也好，是就是 audition 你们的演员啊什么的，那我们就在想说，哎，是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可以再开发出一群新世代的乐手。那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幸运，我必须说台湾现阶段在节奏组上面其实人非常非常多，鼓跟贝斯的人都非常多，所以我们造成一个困境，就是怎么办，这个也很棒，他的那个部分很好，那个部分很好，但因为我们必须要就是让这个计划就是可能就是只能有一位贝斯手一位鼓手的状况，所以有某一些人在我们心里面留下了很深的记忆，那就先放着，未来不一定又有重用啊，也没有那个未来也没有太久，因为很快的就又发动了第二个等于是第二代乐手的 B 案，所以其实在当时的 audition 玩的贝斯手乐手，以及后来我们又再认识了一些新的像吉他手，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在继续的 keep going 的感觉。所以 B 案现在还是秘密吗？也目前所以 B 案是什么啊？B案是什么？我一直以为是我。是吗？不是吗？乐手是为我的吧？我一直想要出唱片啊！你不是先去韩国一趟吗？对啊！你要先去，你不是那个钱已经汇到？他永远都是我的 B 案，就是那怎么办？好，那找黄队好了。对，我真的觉得，如果这件事情，我如果没有在19岁认识钟岳老师，虽然那时候的他跟现在。那时候的距离感跟现在差很多，我见到他的时候我会吓死。我在那时候在天母普利音，我才19岁，可是那时候的那个气场比现在可能还要那个杀气重个大概80%以上。OK， 才80%，不是80倍哦。那我的满是10。OK， 好。所以我不知道，我后来不知道什么样，就这样子跟他相处了好几年，因为其实在。来台湾之前，我自己在马来西亚自己的音乐的圈子里面，大家都非常敬仰他。那后来我们慢慢就一直，他非常非常的帮助我，帮我找到了。我跟钟岳老师说我想要自己有一个团的时候，在2007年他就帮我找了这一群人，所以到了2017年，我想2016年年底跟老师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好像事隔1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做这个事情，再做一次看看。虽然我就说，虽然我们都已经老了10岁，但我发现我们两个做起来还挺开心的。对，虽然是有次真的很累，但我觉得那个玩乐的过程好像那个初衷没有改变太多。然后我们欣然的接受每一个世代乐手的养成，包括习性还有音乐性的不同。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大可以学习的地方，要不然我永远制作都是接触这些我像我熟悉的乐手，但我不晓得现在年轻一辈到底在想什么的时候，是我反而会跟他说累是累，但对我而言我其实是个学习，从他的案子上，从不同的乐手上。但有一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由他发起的话绝对不会成，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就是用社交媒体的人，然后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做的也没有什么人要理我。不会啦，你做的话效果会很不一样，就是可能会有更多闲杂人等为了看明星跑来报名之类的。但经过他的
审核、哦、我绝对可以相信我在一个很专业、嗯、而且并且经过审核的情况下、嗯、但其实由始至终这件事情大概一年了 audition 这件事情、嗯、我一直没有跟大家分享是关于那些落选的朋友，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我们在选你、哦、其实不是，你们落选并不是因为你们不好或什么、哦、其实真的就是我们要观察这个歌手他需要什么样类型的乐手、嗯嗯、是是是，所以有很多很棒的玩爵士的玩 fusion 的鼓手可能在这张专辑上会对我而言他很可惜，他很棒、嗯、所以我们都一直里面有一个心里的 list、嗯、然后也对这些没有被选上的乐手嗯，很抱歉之余也希望我自己还有这样的机会跟能力去提供不一样的一个音乐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去玩、嗯、让他们去感受，不会说现在就只是 cover song 或者教课、嗯、没有那个氛围去 jam 或者去有音乐可以真正到录音室去感受录音的氛围、嗯嗯嗯、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永远的彼岸、嗯嗯、永远坐镇在那边的魔鬼教头当然磨合的过程会有磨合过程要克服的问题，但是我刚听到我觉得最让我惊喜跟意外的是原来台湾年轻世代的乐手节奏组的乐手精彩的有这么多，因为之前我听很多我尊敬的音乐人朋友都说好的鼓手真的好难找哦，但听起来还蛮多可能性的哦。我觉得可能要界定一下在什么范围内去界定好的鼓手，譬如说如果您要让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就是去打譬如说我们那个年代的演唱会型的工作哦，那很可能就是他们观察就会觉得哎，好像找不到那样子的人哦。但其实我觉得流行音乐这点我还蛮认同我们山妮老师讲的，其实流行音乐它本来就是一直在质变一直在成长的一个状态，现在年轻的乐手对于他们自己接收到的音乐资讯所养成的他们在音乐上的质感触感它本来就是不太一样的，对对对，嗯，这么说起来就对未来更有信心了但要想办法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啊，因为对对对，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这些很棒的音乐家们他们各自在自己的电脑前面、他们也不太知道怎么自己去找出你知道就是 link 的方法、所以我也在想还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乐手他们自己会自发的就是去找到说哎、我想要跟什么样子的人，然后跟就是我们到现在好像还没有一个这样类似的一种架构或组织可以让新的音乐家就是进入到这个环境这个系统、然后来互相认识然后互相的彼此的自发性的磨合，这是我们现在还比较缺乏的部分、现在玩音乐门槛真的很低，就是爱怎么玩爱怎么做爱怎么录发表都不是问题，但是要给他们一个符合工业标准的环境去练功夫，就真的真枪实弹的以工业标准的规格来做，这个机会是不容易的，就大家瞎打小闹 DIY 那个大家都在做，是，但是要做到有工业标准要有像黄中岳这样的师傅来给你锻炼跟教训，这个我还真觉得不容易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特别的案子啊、哦。那从这个模型可以再发展出，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B 案是什么，待会儿偷偷问你，再继续问下去。好，在那之前，中文专辑啊，永远中文的专辑啊，大家都在期待。好，我们现在背景听到这首歌叫做《叠罗汉》，这首歌是有写给自己的，给自己打气的歌吗？应该算是写给身边朋友、团队、家人的一首歌。就是我用叠罗汉来形容一个。西班牙其实每一年都有一个叫 Castel 的一个节日，就是人要叠人，然后到最后就是上面那唯一一个人要把上面的东西摘下来，是，然后有比赛看哪一个先叠到、然后先摘下，然后先好的、okay. 然后我就觉得叠罗汉这整个画面真的是形容着整个团队还有我家人还有我朋友就是在下面扛着我，包括就是听众朋友们也一样、支持我音乐的人也一样、他们在下面就扛着我，我就在上面，然后大家都不在乎我有多重，然后还是继续的在扛、然后我觉得就是叠罗汉就是那一晚呢其实是入围金曲奖第28届、最佳新人，然后我们参加颁奖典礼之后，然后我们有一个晚餐聚会庆功宴，然后大家玩得非常开心，然后有一些就是开始有一点醉醉的，然后我也形容一下啊，好好玩，就是看整个画面很温暖，觉得很感动，然后就写了叠罗汉这首歌来
形容，就是我那时候的心情，觉得我其实是很少出门的，我很少这样出来和大家就是一起玩的，一起吃东西的，可是那一天我也没有想要回家，我想要多待，我想要就是多和这些很在乎我一直在帮助我的人一起多就是多玩，就是感受到整个就是不会说我很喜欢一个人关，就是把一个人关在一起是最好的，其实也没有了，我发现到原来身边有一些 close 的就是在乎我或者我在乎他们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是，然后让我越来越快乐，就是身边更多这些人我会更快乐。叠罗汉站在最上面，当然底下的人扛着是很重要的，但同时呢，站在最上面是会很晃的，也会有恐惧的，这是一种心理的矛盾跟挣扎，但是站在最上面就站在最上面该做的事情，就会写出这样的歌词，摇晃中学会了成长，在这片土壤不正常的开花，而且要疯狂的不在乎规范。对，有的你有继承到你师父的一些特质。我得说这也是佩妮姐帮我整理出来的歌词，就是虽然意思是我想要说的，可是真的是我知道不应该一直说感谢，不过就是佩妮姐帮我在歌词里面真的是形容到很多，就是用文字或者用中文比较漂亮的方法来给大家，就是一听到就直接知道那个意思，是就不像我一开始的 demo 可能更白，就是更不会去形容。举手，我得说，我要非常感谢陈信言老师，因为其实所有修改的过程，其实信言有给了我一些很大的那些的一些建议。作词顾问，所以除了信言写了无之外，那其实其他的我都有跟他。就是询问他，给他请他给我一些建议，所以非常谢谢陈信言，信言哥，谢谢信言哥。我们把这首歌《叠罗汉》听完。我一个人躲在角落下，看着喝醉的你们争辩，请不要劝我早点回家，我想留下，一起庆祝此刻的美好，来干杯，一个都不。
朵借我。马世芳制作主持。这首歌叫做 Parallel 平行世界，来自郭秀宇室友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盲点。欢迎回到 FM 96.3 阿丽亚原住民族广播电台耳朵借我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的来宾是室友郭秀宇这位年轻的创作歌手。Hello. 那么今天陪他一块来的还有他的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戴佩妮 Penny， 以及室友的音乐教练黄中岳。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境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曲子？
当时那段时间我回马来西亚，嗯，然后就是看了一部电影叫 Call Me By Your Name 的，哦，然后以你名字呼喊我，是的。然后这部电影我其实看电影如果真的就是太投入的话，嗯，通常会可能卡着一两个礼拜，然后整个人出不来，对对对，okay，就真的出不来，哦，但是要碰到看的电影然后就是后面那个字幕都还没跑完，然后突然间就跑去写歌，这样的一个机会还蛮难得的，哦，然后就看了 Call Me By Your Name，哦，这个电影那个字幕一跑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我要去我要把这个东西写下来我很紧张，哦，因为我觉得感动到我有一点辛苦，我懂，然后觉得哇，写出来了之后就整个人有一点觉得 OK， 我这次不会卡住，那两个礼拜应该没有卡那么久的这样的感觉， okay， 至少有一个释放，对对对，用创作来释放，嗯，那时候心情是这样，哦，难怪，所以这首歌的气质就有点接近那个电影 Sufjan Stevens 的那种比较冷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但是又冷又温暖，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是他的音乐，我觉得蛮简单的，是。然后可是就是有一点空虚空虚，可是里面非常丰富，嗯，就是那个情绪非常丰富。是的，是的，非常对，非常好，就是外冷内热的感觉，嗯，是的。所以这张专辑是一个花了很大的力气要去找到对的方式，并且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我想要借这个机会，嗯，特别的感谢中岳老师，因为他这整段时间呢在我们 audition 然后选到乐手们之后然后进去弹编曲到现在，嗯，就是老师都是一个我觉得影响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大师，嗯，然后他也就是很在乎新一代音乐朋友的一切，嗯，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有了老师的 influence， 然后大家都有了一种就是重新被 push 的一个 passion，哦，被 push 的一个 love，哦，嗯，对，非常感恩。这一题我问黄中岳他一定会说客套话，我直接问你好了，你觉得这群音乐人包括你自己，你们从黄中岳身上看到的最重要的特质让你们觉得有被 push 的那个到底是什么？除了他帮你找来这群人，除了他自己当然很厉害之外，嗯，对啊，我觉得真的是要有老师，然后要有每一位乐手朋友，我才看得到我自己缺少的很多东西。Uh-huh. 就是可能今天我觉得我唱的 OK 了， oh. 但是可能老师来一句，其实你在哪一个时候变成是 over 了， oh. 或者变成是少了， oh. 就是我完全自己没有办法知道的。Oh. 结果老师对这些就是听音乐，然后听大家现场演出非常敏感，嗯，知道每一个乐器，嗯，就是虽然他只是吉他手，嗯，可是他对歌唱，他对鼓，他对每一个小小的细节他都知道，制作人他不是吉他手而已sorry 他来出道了，我可是未来的非常有名的歌手呢，就是虽然可能不要管他们，不要管他们，继续说。我其实我的表达能力比较不厉害，不会，我想要形容的是，我懂你的意思，老师也不是唱歌，或者老师也不是打鼓什么，他最强的是在吉他，嗯，可是其实在就是他听我们彩排的时候，嗯，他每一个乐器，嗯，包括我的声音他都是最厉害的，嗯，就是他真的是可以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你今天可以去试试看不要这么做，你可能今天去，哦，就是在创作上也好你也去玩一个 chord 你本来没有玩的，嗯，去拿一个随便一个 chord 丢在哪里，然后就是会有一个这些其实我不会想到的东西突然间去 try，嗯，然后老师教的一些事情变成是真的是学到，突然间学到很多新的东西，突然间开窍嘛，叫开窍了一些完全没有想象到会学到的东西。那 Penny 呢，作为你的制作人，当然他不只是你的制作人而已，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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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做人处事各方面给你很多的支持。我觉得我每次就是想到佩妮姐，虽然大家都会说是老板是制作人，uh-huh. 我都会把她想成是我身边就是最 close 的一位姐姐。Uh-huh. 然后我在就是可能录音室的时候，或者在制作很像配唱的时候也好，就是完成整张专辑的过程呢，我是一个一直很怕让她失望，一直很怕
就是他有什么不满意，什么不开心。我还碰到一段时间是创作的时候是八字眉，每一天八字眉在写歌。我觉得就是写歌不应该是八字眉，不应该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虽然大家可能看不到我的表情，就是放歌看得到我，就是做歌的时候觉得只是想要把东西做好，然后每一天都很急，就每一天都想要只是当这是功课或者当这是什么，很快的就要给解。然后我就是目前我学到很大很大的一个功课，就是很多东西变成是不要去着急，然后变成是享受，变成是要去喜欢，然后放松，让自己就是真的是要去 enjoy 整个过程，才是变成是加强很多自己没有觉得会办到的事情，结果也办到了，都是因为要让自己放松才可以。我觉得你最好的是碰到了 Penny， 碰到了黄中岳，然后他们在专业上当然是严格的，但是他们也一再的要让你体会去找到怎么样享受做音乐这件事情，而且做最自然的自己也非常重要。我还是会有很多尴尬的时候或者很硬的时候，然后就是如果不在音乐那块，在生活上这块呢，其实Penny姐也真的是一直很希望我可以就是改善很多之前就是一直压抑自己或者一直要求自己太多，追求完美的这一块，就是想要让我的之后的生活也好，就是这是一辈子要学下来的，然后要让我以后也更加的快乐，玩音乐也快乐的就是方向，我觉得它帮助我很大。从来没有人知道完美是什么了。我一直听他这几次的访问，他一直在讲完美这件事情啊。其实从来就没有人告诉他完美是什么。来告诉他，我看到你就是完美的完美先生。我们在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他是完美先生，就是我们有买一个那个小的陶偶，然后所有的乐手最后在上面签阿尼，阿尼，南方四剑客的阿尼，他在上面签给我的那个就是写永远不会死的阿尼，完美先生。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很刁钻，就是一点点就追求完美到不行。但是我其实不懂什么叫做完美，其实那个就是你知道好是什么，那你觉得那个才叫完美。那没有人要你去那里。我其实我补充一下我的心得。好，我一开始很怕给他压力，但我发现我不给他压力也他自己会给自己压力，那我不如给他一些很专业的压力。是压力谁没有？对，就是要进步就是要有压力，但这个压力你如果把它一直觉得是压力，那就是你把你自己压死好了。是啊是啊，它就是一个助力。任何一个乐手歌手任何一个行业一定都会有，不是一定要承受的第一件事就是压力。不管是怎么样，因为不管是谁，老师给你的，姐姐给你的，或工作给你的，你重点是他自己已经就会给自己很多。是啊，这是他很大的盲点。盲点，我们讲到了这张专辑的重要的关键词。从来没有人告诉他完美是什么。没有，就是自己太限，叫限定吗？就是自己太限制，给自己限定，对，自己太限定。在一个他觉得的完美，但从来没有人想说完美是长怎样。对。对，我们现在背景听到这首歌就是专辑的标题曲《盲点》。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宣布，接下来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空中现场的时间。今天是有把他的 keyboard 都背来了、yeah. 要在录音室这样唱歌给我们听。太冷了。今天两位门神在旁边看着，你不要紧张啊，没问题的。好，盲点这首歌在唱之前跟听众朋友先简单讲一讲，这张专辑是这张专辑的标题曲。盲点当时是怎么样去写出这首歌的？其实这首歌坦白说是两首歌拼起来的。然后那其实这首歌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我们本来有九首歌已经确定了，然后就是这首歌到我们已经开始讨论编曲，我们还在我还在慢慢的想要把这首歌好好的完成，然后有碰到卡着，然后也在练团室大家试着乱乱 jam 看看，就是新的和弦，然后我在当下叫什么了 improv 叫即兴的创作，可是我又没办法，然后又八字没了，在不能怎么样做好。结果就是姐也想到了一个很厉害的方法，就她喜欢两首歌 demo， 两首 demo 里面不一样的段落，然后就是要我试试看把这两个段落就拼在一起，然后我们也在练团室和
band 一起讨论怎么样，就是编曲，然后拍子，嗯，怎么样吧？因为两个 demo 拍子不一样，一个是三拍，一个是四拍，哦，然后又要，就是结果到这盲点呈现的还蛮顺的，结果这样听下来其实蛮顺的，是是，而且很矛盾，就是一首歌是写给妈妈的，对对对，一首歌是写给姐姐的，真的，妈妈跟姐姐，但后来我说，其实我们看看广一点，其实就是。你觉得重要的人，对对对，没有说一定的是指定一个、哦、只有一个对象、嗯、这样子，是是是、嗯、可是 我想说呢，歌词到最后就是填词、哦、那一段时间就是真的是为 Penny 姐，而心里面是想着 Penny 姐写的歌词、哦、我逼她选择的、嗯、我说妈妈还是我，你自己想看着办，然后 我就转身 我逼她要做出选择、哦、对，但是到后来整个专辑做完之后，我就跟她说其实没有一定要针对、嗯某一个特定对象、嗯嗯、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是是是，就是自然而然的写的时候就是想着姐而写、哦嗯、眼前的我最怕你的伤悲变成了只剩遗憾做纪念，哎呦不要了，是我最怕的东西但是姐应该会想，我都完全就是不用去怕这个东西，不用去担心这个东西， What the fish什么东西不是我这时候想到 Eason 的那首歌，就是写到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就大家其实那时候这个歌出来大家都一直分享这一段、嗯嗯嗯、这句这个文词，嗯嗯嗯，好，了解了这一首歌的创作背景，再来听石友唱，我相信大家心情也会有点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就把现场交给石友和他的 keyboard。谢谢，谢谢。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盲点》。愿你还没觉得厌倦，脸上的微笑和我的重叠，掩饰着泪，尽量不让我看见，只留下一段美好的界限。时间匆匆的过，今天的我还是继续的揣摩，虽然拒绝于我，没有你的几乎我怎能熬得过，困在牛角尖的那个瞬间，想着你就会冷静一点点，即使走到了死胡同，你还是劝我回头走，提醒我学习原谅自己的残缺。愿你从来不曾疲倦，嘴角的笑吻和我的想念，显得我最怕你的伤悲变成了只剩遗憾做纪念。时间这样的过，今天的我们真的已经不同，虽然还是困惑，我有没有让你真正的快乐过，困在牛角尖的那个瞬间，想着你就会冷静一点点，即使走到了死胡同，你还是劝我回头走，提醒我学习原谅自己的残缺。写情绪是一种自由，是不能过度要求的享受，再转回牛角尖的那个直接，想跟着你走到梦的终点，因为在乎的不会忘，更希
的话也说不完，只希望提取更多报答的时间，请相信我一定能为你走出困着自己的那个盲点。谢谢。刚听到的是郭秀玉室友在阿里央电台现场演唱的《盲点》，好听哦。谢谢。所以，接下来要唱的就是专辑里面比较轻快的歌，对不对？接下来想唱《Hug Yourself》这首歌。那《Hug Yourself》这首歌虽然轻快，但是意思没有那么的 happy。其实是我在生气的时候，但是又想要让自己就是开心的过那一段，然后我是碰到了我上一辆巴士，然后巴士的司机不让我带我身上的背包上车，然后司机不让你带背包上车，对，你在那时候在哪里啊？那时候在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然后是要从机场搭那一辆巴士回家的，它是 shuttle bus， 就是只有两个 A B 点，然后就是在中间来来回回的那一种巴士。然后呢，我就觉得一辆巴士为什么连就是和在飞机上的规矩那么多，这辆巴士会有这么不逻辑的规矩，就是我们身上背包不能带上去，而且是要和下面的行李箱一起放。然后我是一个就是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还记得和姐一起出去吃饭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姐都会说，哎，你那个包包可以放旁边，不用一直放在你的脚上什么的。我会有一个想要一直抱着包包的一种安全感，是是是。然后那一天突然间要那全程在巴士上完全身上没有那个包包，然后我会一直在想那个包包在那个行李箱那里会怎么样怎么样的，就突然间想出了这整首歌的 demo。 难怪，然后一边想一边骂，然后就用 hug yourself， 用吃石头吃柿子的这个方法，其实在 demo 就已经是这样写了，就真的是一回到家录的 demo， 然后给姐听，然后姐就说，哎，这样还蛮好玩的，真的可以收起来，还不错啊。骂人的话变成 hug yourself， 挺好的，有点讽刺。Penny 姐还真的是，她就是像她刚才讲的，她是奇怪的人，所以她也接受了这么一首歌。就是 Lily Allen， 就直接不是。我觉得她很妙的是，只要她那种当下可以玩很快写出来的歌，如果没有记错，这首是我决定要收的第二首歌。第二首，第一首，整张专辑的对基础，一听到就说，我现在就用这个歌来去做其他的延伸的思考方向是 parallel， 所以这是第二首，是完全两个，就是奠定了快歌跟慢歌的基准的一个两首歌，因为我觉得这种直接不耗时间的才是一个最真实的 original 的，没错，这个人他的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样，最直接出来就是这个样子。As is， 对对 ，As is， 也要谢谢姐也保留了里面的二胡，然后我们其实本来是比较 jazz 的，但我本来比较 jazz， 然后后来我们改成了这样的时候，姐也决定就是要把二胡加进新的这个感觉这个版本。然后还有到最后我们本来这段就是大家听到这段一牙还牙，本来是伊特许特，因为他找不到意思。没有，我那时候一度怀疑说伊特许特是一只成语吗？我就是找一直找一直找，然后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什么叫伊特许特，我为什么这个成语实在我真的还不知道，我就问他到底是什么，原来是英文的。听趁月的这个录音室的版本是很热闹的，各种各样的音乐飞来飞去啊，一层一层的。因为我们也参与了那个玻璃刀，然后这部分就是我左边这位想的。哦，对，我想了。对，然后想出来他又不负责任的不录。对啊，不然呢？好，但是在今天的阿里央电台的现场，我们要听听看秀玉只有一台 keyboard 当武器的情况之下，对怒火是不是还可以发泄的这么完整，应该没问题吧，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把现场交给秀玉，郭秀玉听听看这个现场版的 Hug Yourself。
着一个塑胶袋，里面放了我的钱包、电脑、外套，谁会料到有一个人要出招，他站在门口捡个票，就以为自己是大总招，开什么玩笑，为何非要我检讨，没办法不介意我没错，还特别写了一首歌，可是 sorry 不是给你的，是写来对你说 Go hug yourself， 你有什么资格，你给什么 order， 随身携带的小背包为何不能带上巴士呢，你凭什么身份，你懂不懂很笨，竟觉得你的地位高过这上每一个人，醒醒吧，举起石头吧，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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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有你来做主，你一点都不苦，但我还真佩服你做梦做到头脑变不清楚，哦呀我介意，谢谢你我现在多了一首歌，可是还是 sorry 我送给我自己， you know 这个很难得， Go hug yourself， 你有什么资格，你给什么 order， 随身携带的小背包为何不能带上巴士呢， Go hug yourself， 你凭什么身份，你懂不懂很棒，请觉得你的地位高过这上每一个人，醒醒吧，该吃柿子了，这是个班级吗，请问 Oh no 你搞乱了 Mister， 这就只是一辆要去飞机场的巴士车， Go hug yourself， 你有什么资格，你给什么 order， 随身携带的小背包为何不能带上巴士呢， Go hug yourself， 你凭什么身份，你懂不懂很棒，欢迎回到 FM 九六点三阿里昂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耳朵借我节目，我是马世芳。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晚上六点到八点播出。今天的来宾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室友郭修玉。今天陪他一块来的还有专辑的制作人，也是他公司的老板戴佩妮 Penny。大家好。是，还有这张专辑的音乐教练黄中岳。是，大家好。接下来室友准备要唱的是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这首歌也蛮重的。无这首歌我碰到一段时间是写不出歌，然后可能每天呢就是拿着一本，就是那个叫什么 notebook， 是叫册笔记本、然后拿着一个笔，然后睡觉前那个笔记本一直都在床上，然后就是睡觉前就写很多东西，我觉得可以写的这些歌词什么写、然后也一些旋律我都会习惯，旋律也用 ABC 写的，所以我写了很多 ABC 一大堆东西，然后结果没有一个东西是我看回去的时候用得到，也没有喜欢，也没有觉得可以发展到哪里去，就觉得那整段时间就是这样在生活着，每天拿着一个笔记本写很多到最后没有用到的 nonsense， 叫 nonsense， 叫 nonsense， 我忘了叫什么，没有意义，胡说八道嘛，胡说八道，对对，就是写很多胡说八道东西，然后自己在家瞎忙，然后觉得啊，我今天就给自己一个时间，这几个小时我一定要坐在钢琴前面，一定要弹弹弹乱弹
看可以弹出什么，就变成是一个逼自己写歌的方法在乱挤东西出来，结果变成是把自己搞得更加写不出东西，所以我是一个太极端了，这样就会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嗯，最后就阵脚也乱了。对对对，我就真的是突然间有一天，我也就是在那个我限定自己在那几个小时一定要乱弹什么的时候，弹出了这首。然后那时候不像大家听到这个版本这样，它比较就是迪士尼的，就是 I used to think I couldn't go anywhere just stop 那时候我是这样的，然后姐听到 demo 的时候，她就哇这首歌不顺耶，你的主歌到你的副歌完全两个世界，然后就是前面那一定要改一定要改，然后刚好我们聊到又聊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在 Penny 姐的家，是，然后她就把我带到她的钢琴，然后开起来就说就用 chorus 的这三个和弦就好，你要放慢，可能 放慢了你还会找到更多的可能性，哎，这个不错，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 my music is dying 很快的，很快的，对，然后 Disneyland 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对，Disney 的，所以原来就是放慢才真正的让大家感受到，现在大家听到舞真的是有一个很低，然后我自己唱慢了唱了也觉得真的是这样才对，然后要真的是觉得姐姐很厉害，其实很多东西简单来写或者放慢来写，变成是而且她姐讲究的那种放慢可能一 dB 也有关系的，我可能不会觉得那一 dB 有那么的差，就是有差别那么大，我想的是 BPM 一 dB， 我在想的是音量，我想说一 dB 一 dB BPM，不过其实 dB 跟 BPM 都一样，我们在 mixing 的时候姐也是 很讲究那个 dB， 一点点音量的差异，一点点速度的快慢，那个，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影响，这也是我在这过程也学习的，我之前也不觉得觉得那 1dB 没有什么，或者那 1bpm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其实是很重要的，okay，所以这首歌是也找了那个 bpm，然后就是可能这次我们试着加一加五加三减三减五这样来玩的，然后才找到了这样的一个速度，然后真的决定了，okay，就是到最后在姐的家就玩着那个钢琴，然后姐就讲你乱唱，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没有管你，就是我会紧张，她怕她看着我会紧张，是，结果真的唱出了几段，就是大家听到的现在的这个主歌的这几段旋律，也就是在姐的家想到的。原来是这样。对，然后内容其实就是分享很矛盾的，我写不出歌，而写一首想要和大家说我写不出歌的歌，的内容。非常矛盾，我听到说我说你这么难过的歌你用 Disneyland 的手法我就是一头雾水，okay，我非常不解，就是我一直觉得你是不是用凑给我的，我真的觉得他之前逼自己写歌的方式很不健康，是，但是因为他个性也蛮扭的，就你说了也没用，要他自己理解，是，对，这首歌《无》是专辑的收藏曲，那今天是有要用一台 keyboard 来唱给我们听，所有这些编曲都拿掉之后剩下就是你跟你的琴了，这也是当初你在 Penny 姐姐家里面的状态，好，我们来听听看在阿亮现场的版本，我们把现场交给 Shio。下巨大无助，我如果要许愿，可是无蜡烛，双
双手合十的力气义务，连我曾用心写过的歌已把我抛弃，曾让我动魄惊心的梦已离我远去，既然无目的的前进，至少让我能回去，回头才发现路痕迹。 My music is dying and I am alone， 我知道我无人能够经由。 Not that they wouldn't be here， Not that I wouldn't have them， 因为我自己用心写过的歌已把我抛弃，曾让我动魄惊心的梦已离我远去，既然无目的的前进，至少让我能回去，回头才发现路听到的是郭修玉秀在阿亮电台现场演唱他的这张专辑的收藏曲五，是不是很厉害？yeah. 这首歌的歌词我们刚刚也有聊到是陈信言的词，刚好在台北有碰到信言哥、哦、然后我们有约出去吃，然后就是有聊一下，然后之后也有在就是电话上传简讯、哦、再多多他也有问我一些他想要更加了解我的什么的、哦、就是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嗯、然后我让信言哥多了解我那时候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嗯、然后真的是一个很空虚、嗯、很觉得，因为我从小就是上音乐课然后长大、嗯、然后到大学到现在一直在音乐世界里面，然后想象不到离开音乐世界还能做什么、嗯哦、其实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做，我的能力只在音乐所以万一这个 能力觉得好像快要跑掉不见了、嗯、对，就会很恐慌、哦、对对对，那时候 我以为我的创作的能力是有 limit 的，有限制、哦、限制、哦、就很像一瓶水倒完了就真的是没有水了、哦、我以为我那时候是那样的、嗯、我就觉得完全空很黑很空、嗯、很怕是才会写五种、嗯、OK，那个时期是有经历了严重的低潮啊、嗯、甚至那个时候姐姐都劝你，哎呀那你先回马来西亚老家先、嗯、先忘掉这些事情，是是，至少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一下。我大概把他送回家大概已经有三次、啊、OK、嗯、送回去三次 不只是 这几年了、哦、对对对，我一直处于一个不在这整个就是做音乐然后在台湾玩音乐的一个状态、哦、都一直还没有在一个
应该说是进入状况吧，就还没有进入状况。然后其实中间你有碰到一些怀疑自己还做不做得到，还要不要继续。然后其实说真的，就是姐也让我回家，不只是休息，也不只是让我找回答案，其实也要让我考虑，让我做决定。如果回到台湾，就是如果决定回台北回台湾，就是继续了，然后一定要让自己更快的要进入这个状况的，因为也就是年纪不小以外，也做过一张专辑了，有经验的，很多东西需要就是很快学起来的，结果为什么就是都忘了，一开始说很多东西其实又忘了这样。所以真的是最近我想要在自己给一个不是不健康的压力，就是真的是 push 让自己觉得这真的是需要进入状况，然后已经找回一个爱做音乐的那个我了。然后就要保持这样，要让自己是开心的。我觉得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会处在这种不稳定的状况，我觉得他们一生都是这样子的。他们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觉得好像比较稳定了，但是很快，这是跟音乐的进行是一样的，就是你得到了一个解决之后，其实你很快应该要再去制造一种冲突，让这个音乐的持续性继续的发展下去。对我来讲，我觉得所有的音乐的，包含我其实我在看佩妮，在他的音乐道路上他也有他自己的冒险。那我觉得其实我在看待郭秀玉的状况其实也是一样。因为写不出歌是很正常的事。再加上他又整天待在家里，没有朋友，没有一些更多的生活历练累积等等之类，他把自己关起来，能写的其实就是可能他搭小黄，或者是他看到的自己独处发现的，或看电影，或跟猫有关的事情，跟我有关的。所以他其实我其实非常希望他可以再多让自己去多接触更多，因为他其实是很敏锐的。是是，包括他该过说，如果他刚才说如果不知道不能创作他能做什么，其实他很多很多地方都可以表达自己，包括他很会画画这件事，很做一些小手工，就是那些小手工是我完全没办法，就是那种我做不来的事情，就是只有应该只有他可以有这个耐心去堆叠跟画那种细节的东西。是，所以他刚才说我在乎那一 dB 或一 bpm， 那他在乎那个头比例的大小，跟我一样是一样在乎的。他有这方面的就是强制性。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创作人本身他自己有很大的选择权。那我们身为不管是老师姐姐或者是大家称呼的老板，我们有时候对于他们的养成，他们想要吸收什么是无从在乎啊。我会这样觉得，就是我在乎了这么多或者是担心这么久，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自己的选择其实是最后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他的人，就是他自己。是啊，所以就会觉得如果越是担心，或者是我觉得自己会也觉得会比较会觉得自己也会累。那当发现不管是他们这个世代到我，然后甚至老师看到我这个世代都处于一种很想在乎但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帮忙的时候，就只能就是你需要什么我们能够尽量协助你，然后一样给他继续的关爱跟关心，然后也希望他可以继续的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把那些不健康的习惯改掉，是，然后找其他人分享，不一定是我，找到一个用音乐分享，或者找到朋友分享，能够分享出来比憋在心里面来得好。如果不想讲没有关系，那就写。但不想写的时候也不要逼自己写。对，那这太不快乐，太不快乐，真的。今天要真的很谢谢室友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心里的话，然后我们今天听了这张专辑，我相信大家都感觉到一个真诚而有才华的灵魂在发光发热，然后他碰到了对的哥哥姐姐，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对做好。对，对的姐姐跟大叔，对的阿姨跟大叔了。你19岁就认识我了呢。好，我们不要再提这个话题了。再次谢谢室友，谢谢室友。这张专辑叫做《盲点》，这是一张非常精彩扎实的专辑，是诚心推荐给大家。也要谢谢制作人 Penny， 谢谢音乐教练黄中岳，谢谢你，谢谢阿丽，谢谢姐姐哥哥们。是你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做《耳朵借我》，我是马世芳。今天最后我们听完这首歌《挡箭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怎么不摊开那些对白，多不自在，总是学不会。
心被